这边的话解答一下近期小伙伴们提出的一些问题。首先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六折卡，虽然说在排期这边写的时间是4月6号，但是按照往年的习惯，可以看到六折卡的话都是在4月12号当天才发放的，到周年庆结束也就是19号的这段时间，大家登楼梯后就可以直接领取。然后是纸皮解锁卡，这边需要等到第三周的时候才开放，也就是4月6号的时候。然后就是关于新包体的下载时间，这个是在新赛季，也就是4月20号的时候，伴随着主线剧情GE的一键上篇上线以及 UI 界面等更新，需要大家重新下载安装游戏。此外官方也在此前透露了一些新赛季内容，比如推理之境的话是厂长的纸皮，海贝珍宝这边的话有拉相师的经过。除此之外呢，大家还可以免费领取新求生者记者以及记者的20个精华珍宝，而伊利奖励自选功能、单人训练模式、第三页动作页这些，只知道国际服前瞻提到是在16号后逐步开放，应该是在下周或者是下下周上线。最后还有就是双人动作 Gimme Five， 近期的话会开放体验卡的获取途径。目前我所了解到的是，除了4月6号在 RB 投稿即可获得外，超话那边的话应该也会有，后续如果有最新消息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的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